接下来方程老师要介绍二十题，他说了二 x 四等于一，都可以二为底，二十五的对数。那么要问说，如果二的 x 次方加二的负 x 次方等于 m 分之 n，m n 呢是负值的整数。那么问你说 m 加 n 等于多少？好，那这个题目呢，我们知道这个，其实这二十五是五的平方，那五的平方这个平方呢，可以提到前面去。那二跟二又可以约掉，所以 x 就等于都可以二为底五的对数。那意思就是二的 x 次方会等于五啊，好，二的 x 次方等于五。那所以这里的二的 x 次方，它就是五嘛。那二的负 x 次方跟它是导数，所以它就是五分之一，所以变成五加上五分之一，它就会等于，那你把它通分一下，就五分之二十五加一就是二十六。好，那这个是 m 分之 n， 那它负值现在这里负值了啊，所以你的 m 加 n 就等于。哦，就这两个相加，答案是三十。